今天陈吉仲他告我，我们今天也告他，他只敢告我民事，不敢告我刑事，但我们今天来告发的都是刑事贪污治罪条例以及图利罪。好，我们这边哦，好，巧西你造谣的事情你要不要道歉？我没有造谣，镜子送给你，你看一下造谣，你要不要也看一下你自己本人？我觉得你应该转过去看一下你自己，照一下你自己，你不要碰，你不要碰，哎，这是你自己，你为什么那个网络上造谣的影片不下架呢？影片是哪一个？哎，我建议你先看一下你自己吧。不早还的人没选过，一样会有致癌的风险。不早还的人来说，一样有致癌的风险。我没有做秀，我没有做秀，不是了，不是了，小姐，不用做秀了。医师也好，连他看的能力都没有，你都没有什么的。你小姐，你是啊，小姐，你是这样有问题的站，你问。冷静一点，你造谣的，没关系，你今天一样告。以及郭台铭董事长都有站出来声援我，我相信我们都是站在公道跟公益的这一边。今天陈吉仲他告我，我们今天也告他，他只敢告我民事，不敢告我刑事，但我们今天来告发的都是刑事贪污治罪条例以及图利罪。好，我们这边哦，好。巧西你造谣的事情你要不要道歉？我没有造谣，镜子送给你，你看一下造谣，你要不要也看一下你自己本人？我觉得你应该转过去看一下你自己，照一下你自己，真的，你不要碰，你不要碰，哎，真的你自己，你为什么那个网络上造谣的影片不下架呢？影片是哪一个？哎，我建议你先看一下你自己吧。不早还的人没选过，一样会有致癌的作秀。不早还的人说一样有致癌的风险。小姐，我没有做秀。小姐，你不是了。小姐，不用作秀了。医师也好，连他看的能力都没有，你都没有什么的。你小姐，你是啊？小姐，你是这样有问题的站？你为什么换成几种？那一些检验有问题的站到哪里去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你造谣的，没关系，你今天你要告，你要告你就自己告哈，我也会去，我也会去哈，我也会为你告发，还为徐小新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你有点风度好不好？你有点风度好不好？自己去开记者会啊，有点风度好不好？在站里面，如果大家认为。现在所检出的药品是应该是可以的。2002年我们开始禁用的抗生素，如果激进党、如果民进党认为是可以的，请你们在立法院里面修法，开放抗生素这款抗生素的禁药在鸡蛋里面使用。我笑他不敢，其实我更不知道他是谁。但是那面镜子他应该要转过来看看自己。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漂亮，所以不管是照镜子一次、两次、100次，我坦白说。我都还蛮愿意的。